自己开直播了，白痴哦、喔！你讲完然后就没开，讲完还没开到，尴尬了。没事，怎么没看到 ？Action！ Action！ 啊！啊！我说你可以自己，你可以再看一次我的衣服，你看我跟鬼一样。你在干嘛？跟鬼一样。你在干嘛？你在干嘛？潘潘，我在检查你们有谁有那个、啊。你也买披风了、喔？没有啦，那个是。这个是转换的、欸，搬家的话，搬家买快账号记得快搬家，不搬家的话你也是要从 Mojo 换去那个 Microsoft 的、哦，对，请记得赶快去。可是他还没通知我哎、欸，你打开登录器就有啦，登录器就有，它是英文，它是，可是它是按照顺序的、哦。哇，那要等小雨收到吧，就是他你打开登录器的时候，他就跟你说哦，可以搬咯。哎、欸，那我怎么知道、哦、今天有收到哎、欸？那你就是等一下晚点去弄啊，用啊、那個、有、欸、我看到了，在哪里啊？你登录器打开就跟你讲了，它下面写在底下，对、啊，我看一下，我看一下，英文呢、欸？用英文，好好好，我们晚点再用吧，你们晚点再弄吧，好的。你说记得用，你们如果没用的话，账号不会 ban 不见哦，会 ban 不见哦，哎、嗯，不见，嗯。就可以出配信了、哦，他会直接拖进垃圾车。哇塞！从零开始慢慢传送。上课啦！上课啦！我今天要介绍这朵花叫做铃兰，还不错吧？你这个单推王，单推王。哎、欸，你这个线很酸啊！单推，有一点晕了，有一点晕了，晕了晕了晕了啦！校长晕大晕，校长晕船了，没有，大晕大晕，会在那个铃铛上面看到彩虹。所以你要瞪到起，瞪到起。好了，今天自由活动，耶、yeah. yeah.。啊、你是男主汉吗？啊，我啊啊我是男主汉。你是男主汉。好，我是要说啦，我的社团可以改那个吗 ？VTuber 研究社吗 ？VTuber 研究社可以。哦耶，改都可以啊，我上次也都还在改啊。是啦，反正我里面已经只有一个 Switch 而已。用 Switch 看 VTuber， 用 Switch， 我有液晶萤幕哦。我用头脑通灵哦。我通灵。Switch 还能讲电话呢，他把电讲。好啦，他进你家门前的这个小白花不要了啦。啊、我不要我啊！你出来看你会很开心啦，出来看就知道了。OK OK OK， 换了啦，还在用。邓瑞奇，邓瑞奇呀啦。对啊，这个可以，这個、可以。我昨天听到这是鸡皮疙瘩起来。嗯。哇，那这是厉害厉害。对啊，是不是那天推你看不错吧？还不错。老鼠吗？不是，不只是老鼠。他的那个啊，噔噔噔噔噔 ，ring ring ring 也很赞啊 ，ring 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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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ng， 噔噔噔噔，记得买乐透哦。等一下 reset 哦 ，reset 哦，好 reset。我只知道乐透的叛徒越来越多了，对，要当怎么办？我不知道，所以你今天就要当叛徒啊！你们要有祭品。啊、他这是用牙齿当祭品，用牙齿当祭品。上次不是我不知道是谁讲那句话，然后就中了。我啊，蓝心吧，蓝心吧。这我你是你都是。那你有没有安排一下了？你安排了吗？你学会了吗？月底嘛，月底嘛，月哎、欸，不是月中吗？月中啊，最近有越最近有越晚了有事。你这样子，铃铛会很难过、哦。不会不会，阿纪，哎，下礼拜了吧？哎、欸，下礼拜，哎、啊，怎么去？下礼拜去啊！而且我去，好、啊，我去补档的时候，发现你回了不止一句、欸，哎，我回了不止，哦，对啊，超回，你超回的、欸，哎，我还看到有人惊叹阿纪耶，阿纪耶。抓进来，他记然后那个他记名在打错字，他记耶，还打个错字超过分，对
大家都低，大家都低。我、哦、这不算低吧？应该是是对你单推单推，我们低，我们低。我跟你讲，你的单推会后面变成主推哦。后面主推啊，他不能双主推，主推然后副什么？就是你主可能主铃兰啊，副什么啊这样子啊？主铃兰不能两个主、啊。对啊，对，你看你尝试那个正当劈腿的感觉。主铃主铃什么鬼啦？主铃自然魔的，平退吧。天哪！有那种经验啊？经验加倍券吗？经验加倍券哦。对啊，战斗经验加倍券以及生活技能加倍券。我想要挖矿经验加倍券。你挖矿经验，你是说挖？我想要钓鱼经验加倍券。嗯。哎、欸，看一下啊。我们都拿着钱请你开商城的，对不对？你们很贪心哎、欸，所以我必须养一堆铃兰。我们才可以解锁这些功能。哎、欸，对，我们以后可以用铃兰贿赂你吗？铃兰是货币了，对不对？我要去繁殖。我要去铃兰了。那你们哪一天就要说哦，那个我要到那个就是可以跟铃兰讲话哎、欸。拜托，我也要。以后就是哈基，我可以拿到铃兰的一句话录音档哦，你要不要考虑一下？卖你呀、啊！搞不好这机会，我跟酱油是很有机会的、欸、哎呦，哎呦，为什么会有我嘞？我也不知道。因为你也各种跑啊。我没有。各种啊。最好笑，没有。哎、欸，到处能看到你。我跟你讲，他的到处是刚好是我就低那几台。然后那几台我去都有看到他。对，繁星是3D网吗？没有，3D网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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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大概是4D 吧。哦，你是4D 哦。对，哎、欸，拜托，低的意志好吗？有啊，哎、欸，正当劈腿哎、欸，海贼王。哎、欸，4D 就是滴滴滴滴耶、欸。好冷啊！这笑得好烂哦、喔。哎、欸，下面烂死烂笑话。哎、欸，我只是在仿效我们的校长风格哎、欸，你怎么可以说他烂？校长是吧？校长也是这样喽。啊、oh, ，我还好吧，有点在物语。内需哦，我觉得你比较烂一点。你很坏、欸。哎、欸，真的不太敢。哎，我反而没穿幸运装，狂飙到钻石哎、欸，好扯啊、哦，好扯啊、哦，好扯、哦，不要穿了啦，装备都不用了。感觉出来挖好像比较没效率。你知道你这句话讲了四次了吗？真的吗？那我回家。但你还是没抽出去挖了。对啊，嗯，那我回家了。而且这种事我这样还没有那个等级，哦，他都要挖原矿。我已经30颗了、欸，哎，好多哦，我也要挖成为钓鱼仔了。好了，经验值加倍，卷吗？哦，这一周，这一周，哇，这一周听起来很长哎、欸。对啊，那走，哇，听起来好久。这一周只有2小时哎、欸。对啊，今天2小时啊。哎、欸，是不是要去钓爆啦？钓鱼是要干，不是去钓鱼啊？今天就挂两小时钓鱼了，先钓了啦，先钓。今天是钓鱼台喽，钓鱼可以赚3种哎、欸。钓鱼、打怪、钓鱼跟烹饪，哇塞，不止，还有呼吸，还有呼吸。哦，对，还有呼吸。啊，杰克可能可以配个鞘翅啊。就边飞边钓啊。对啊，等一下。好了，我今天大家画面2个小时都是那样，我不管。没错，今天就是大家在这边聊天哎、欸，我们就很像养老院那边钓鱼，然后聊天。要晒太阳喽。所以有附钓鱼场的吗？可以自己买那个儿童啊。哦，儿童的那个钓虾场。养老院放钓虾场是不是很有赚头啊？我觉得还行吧。哎、欸，不行啦，不行啦，不行啦！痛风哎、欸！你等一下，那个他剥虾壳，不小心被虾头刺伤。哦，太可怕！好吧，那就不行了。等一下会感染。他不剥啊，他直接吃。
原虾壳。亚洲疗养院的人都是在那边剥虾的。不行，一连不能一起吃啊，没牙齿。哦，他们不是用针子在那边剥虾，是不是？没牙齿。有料哎、欸，有料哎、欸，我要去钓鱼了。钓鱼啦，不要挖了，就一颗一颗，然后幸运也就一颗。其实我也是可以吃虾的啦，可以啦，你可以吃啊，没有，他也可以喝岩浆，他也可以喝岩浆，他这个意思。可以啊，可以啊，你可以啊，也可以啊，都可以啊。下次做个虾飞虾好了。虾飞虾。嗯。虾飞虾飞虾，不太对，不太对，不对吧？哎，这个你觉得呢？可是这个我觉得比较好笑、欸。你怎么会我嘛？哎、欸，可是我不知道、欸，我听这个两个 level 好像都蛮弱的。差不多，差不多。你的那个滴滴滴滴没有这个原始旋律啊，这个至少还有原曲、啊。不是不是，团团节奏不是很好，不是吗？啊？节奏很好跟梗是两回事，对啊，对啊，所以他刚刚滴滴滴滴，他刚刚滴滴滴滴用错了、啊，刚好下来，有鱼哎、欸，我先打一下，你打你打，钓鱼高手，那你一定那个就是不够多，如果你是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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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那就可以。问题是这边有四个，多四个啦，你那个是直接没接梗呐、啊，是我说不够多吗？我们要不要去大的钓鱼池啊？对，有大的哦。哎、欸，对，有大的。啊、活动场还没收、啊。活动场啊，在哪里、啊？活动场一下。活动场在哪里？在哪里啊？失忆日式。校长，考他，考他，考他。他没在上班。他没在上课。哦，校长，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刚刚突然就恢复记忆了。啊，可是那边没有、哦、没有垃圾桶。仙人掌，对、啊。你可以带一颗，带一个过去啊，拆一颗过去啊。对啊。拆一个就好，不要整个拆嘛。不是，要打最下面，不然上面会被吃掉。它会被吃掉啊。对。把它拆掉。哎、欸，那我去挖一下沙子。沙子。之后放几个龙骨在旁边啊。哎、欸，所以是声音好听的哈基都会接受吗？还是要看？嗯，要看呢、欸。身高要130以下，对不对？怎么？130以下。哎、欸，那你要确认一下性别哦。嗯，那是男的吗？是男的吗？应该是女的啦。应该是。确定？确定？确定吗？你不要太自信呢、欸。不要太自信。阿旺，我需要一个泥土。在楼下随便挖。给你三个。耶，水啦。水啦。哎、欸，金文色的泥土哎、欸，那谁？哇，有差吗？谁？他会写字是不是？搞不好啊，然后搞不好还写新文色赞助。新文色赞助。一万一万。我今天可不可以冲到钓鱼酒嘞？冲啊！我才刚八。我要求都加倍了，我只有加倍，所以加倍有感，加倍有感，加倍加倍有感啊！其实我听不到有没有加倍了，有，我有感，我有感，有在跳就好了。我觉得没有，我看看，我看一下，我掉了一本附魔书，结果它是绑定诅咒，谢喽。不是，又不是加倍得到的东西。对啊，你在想什么？验呐、啊，你到底玩什么游戏、啊？你怎么看错游戏啊？头条线上了。那个活动就是看说啊，活动不是说有加倍吗？怎么都没有。啊，怎么都掉不到钻石？这只河豚好聪明哦，他帮我杀苦力怕、欸。哦，酷啊！酷啊！是每个人家里都要养河豚了、啊。他会帮你杀酱油哎、欸。哎、欸啊，没办法、啊、可是我觉得那个自己动手会开心一点。哎、欸欸，这个新闻色的。啊，你看，你看，你看，没啊？完了完了完了，有人来了，有人来了，有又来了。哎、欸，我不是躺床吗？不是，其他人没躺啊？你在想什么？可是我以为他会优先先打。没有哦，没有哦，没有没有没有，他就是看到人就看到肉就咬，好吗？他看你啊，他看你。然后做个小分洞啊，那个天赋拔掉，哦，之后天赋应该就没有了吧？那个太没用了嘛，拔掉，因为很有用。
没有用啊，还好吧。我吸血都靠他回血。嗯，他就对，先暂时被拔除了。之后因为他太吃效能了。哦，好啊。效能。然后还有一个点是，以后掉那个什么石头啊，嗯，都是只会掉虫子石了。哦，哦，只会掉虫子。那其他石头怎么来？你看他其他的怎么获得？他之后我会再新增，再想办法啊。哦，对，会有一段空窗期，对不对？对对对对。真的要来抽奖了吗？我现在就是狂刷虫子石，你们要靠，你们要靠虫子石，因为可以买啊，就我就觉得就还好啊。对啊，看你会冲到五个属性一样的啊。这还蛮难的啦，难太难了吧？对啊，重复两个到三个就已经很难了。我觉得有三个就已经很好了。我上次写了200颗，没有两排幸运，这到底是什么鬼？你好幸运哦，200颗，太幸运了吧？反向太幸运了，太幸运了，太幸运了吧？欸，那唱片的合成呢？是下次还在排程中，还在排程中，对，还在排程。帮你安排一下，安排一下，跟牙医一样，帮你安排一下。工程师很忙，已经列入排程了，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排到。你可以播着 BGM 慢慢做，我有人逼你的。所以我们的货币要变了吗？铃兰，我要变铃兰的吗？铃兰为什么？哎呦，因为校长喜欢，对，所以我们把它改成那个形状。对，哎，那这样可以用货币其实。如果找得到林南生的地方会很恐怖哎，他就发了。你现在在那边用骨粉撒花朵制造机？对啊，东西。哎，这就发财，这根本中乐透啊！还不密码，还不密码。那个已经不是中乐透，那是直接开上一个印钞厂在那边。没有，那个到最后你要100万朵林南换才买一道。我要在哈基家之类的。我通货膨胀，太通膨了，不行。我要在哈基家用个村民上面卖林南。有啊，我刚才在想说林南高校啊，会想啊，哎呀，我没有公关部哎，怎么办？我办过没有？我们有一个空地啦，可以盖一个公关部，要不要啊？哎呦喂呀，哎，这是不是很久以前的啦？很久啦，很久了。公关部，对啊，其实它叫英南高校啦。但是英南高校公关那部动画。对，哦，我这我不知道。我刚想说应该太冷了吧，就不想讲了。没想到你讲出来，没错。你看我有没有很捧场啊？你看我有反应哦。在意，你是不是很在意啊？可是我觉得很。到底在争什么？哦，对，团团，我想问你个问题，团团，想问你个问题。啊，你说你是不是学观众的时候讲话都这样啊？观众就说啊，是这样子吗？你是不是都这样子？我有发现，每次都这样啊。学一些要他觉得很白目的事情，你就来自己用白目。没有，那个是白目。我自己在剪影片，我有发现白色我在干嘛？你每次哦。每次真的对我自己在剪，我有发现，你知道？你那个就跟我有在学观众，我也是用奇怪声音在学。哦，没有，我跟你讲，小雨上前几天呢，玩那个什么符文工厂嘛，嗯，然后你在那边学那个，我觉得有点白痴啊。你学一下，我觉得太白痴了啊！你说哪一段？我那天学很多哎、欸，太学很多，没有他学你学那个什么，就是什么介绍影片哦。啊，想看哦，你说那个日就是那个抖音的那种吗？对。你们知道，就是抖音上最近很多就是那种，就是比如说什么，他们有什么没有来日本我就不会知道，然后之类的那种影片吗？啊，很多那个。在日本我根本就不知道，哇，这些日本人怎么做什么事情都这么细心啊，然后里面全部都是这样。都是我听不到就一直学、啊、然后或反正就是讲话就是很怎么讲，就很怪腔怪调的。然后另外一个我之前看那个的时候，我其实有点不太喜欢他们，就是有一点在讽刺，然后一直在嘲讽那种感觉。他那个他们就很喜欢这样啊，他们就很故意啊，是讲的好像就是我没来日本，我永远不知道他们做事这么奇葩，他们做事什么事情都这么麻烦。没错
啊，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在称赞，但是好像就是一直在骂，在反讽，在酸。啊、他们爱看呢、啊，对吧、啊？那个流量好啊，不是啊，流量好啊。嗯，不知道他们自己也很开心吧？哈哈哈哈哈，会很爽。对，然后就是我还有很讨厌另外一个是，他是说什么？他有一个日本的邻居，然后他是一个那个家庭主妇这样，然后他会用超讨厌的腔调说。哇，这个隔壁的这个太太啊，那个啊，太太啊，就是这样。然后我那天学哥就说我很夸张，没有，我说没有，你们去找原影片看，他讲话就是这样，他讲话就是这么的夸张，他讲话就是这么讨厌，他说啊，隔壁那个太太啊，这个半夜然后就煮那个高丽菜丝，那就没有肉要怎么吃啊？好贵哦！我那天就一直学这个。哦，我想说去看一下小鱼在干嘛，我一直笑。烦虽然我有点夸饰，可是基本上就是这样。不是忘记啦，只是我懒得开而已啦。哎呦，我说开这个好像也没什么。感觉很好笑。好累啊、哦。现在才几点？才二十四分而已。我想说今天钓鱼应该会很轻松，你知道吗？你叫我学的、欸，不是因为真的很好笑。你要学啊？啊，我只是叫你学而已啊！你学那么像干嘛？哎、欸，不是哪个兵团可以很奇怪耶、欸？他自己叫我学，然后又在那边笑，其实很累哦。你才奇怪嘞、欸，共三鬼。欸、我想看你开视讯或是本人现场那个脸，我也讲学看观众那个脸，你的脸应该是我想看小雨那个脸、啊、感觉就超讨厌好，下次那个疫情结束了见面再来学啊没有，我跟你讲，然后就要录 short 他要把录 short 录起来应该会蛮多人看的啦、欸、我跟你讲真的那个什么 Short 真的是他好像有在真的是有在对啊、嗯、他那个推满了一个你知道对我觉得 Short 的演算法很强、欸、很扯啊就我看到有后来有一些频道真的是专门只拍 Short、欸、对啊超扯的、欸、对 Short 真的是蛮容易被推的 Short 真的是你点一步他就会全部都是那个全部都是那个东西、啊、没错啊已经快天亮了哎、欸没错，要不要那边放一张床啊？你说让大家轮流睡吗？对啊，怎么好像二老板工厂一样？什么东西？只能一个人睡觉，对吧、啊？反正只是要度过今晚而已啊。哎呦，回去拿我的中介箱。哦、对耶，我们的唱片都满了。嗯，比较少。嗯，林兰，嗯，为什么要给我们一道具？硬要 Q。林兰，哈哈哈哈哈哈！啊，好痛！所以繁星，你是最近才感觉到吗？不是吧？不是啊，这样啊。对啊，感觉什么？就是你刚刚问我那个啊？哦，没有啊，一直是想问啊，每次忘记问啊。哇，那你也忘记很久哎、欸。就突然想起来，我想问一下。对，因为那时候是想到你那个 V 皮，如果拔掉换视讯的话啊，对，想到你是要那个学观众的时候，想看你那个嘴脸。那个嘴脸，想看那个嘴脸是谁？你快偷听！你有每次偷骂他啊？没有啊，是想看那个观众是什么样的脸。笑死！哎呀，杰克，我在每一个池子放一个那个烟熏炉啊，想烤鱼的可以顺便烤。可是会很哦，我想说会挡视线。可是烟熏炉拿出来的东西不会有那个烹饪经验呢、欸。不会吗？啊，不，萤火，抱歉，我萤、火了，萤火不会了，萤火才不会。对，萤火自焚，对，不要了。哦，痛，嗯，戏太多了，怎么了？我断线。看那，
你断线了？你断线了？断线了？断了。因为我刚刚进地狱，然后我就一直往下坠。你进地狱，那你可能很深哦。你进地狱了。哦，你怎么去地狱的？我刚刚差点真的下十八层下去了。你是不是看梗图啊？我老实说，我不太喜欢那种地狱梗哎、欸。哇，那你在天堂会不会看到我们了、欸？对啊。不是有时候在天堂很无聊吗？還不感觉天堂真的很适合你。那别人每次说到什么地狱梗很好笑，然后我就看了哦，好，好哦，好像还好。那我对那种别人的痛苦什么的觉得好笑就，就不会哦。哦，不属于那种会笑。有人踩到乐高呢？我只会觉得好痛哦。我最近才踩到类似乐高的东西，然后脚哦，哇，踩到什么？那还有什么、啊？那种沐浴不是会按压式的吗？嗯，然后不是通常有一些会有卡榫，你压到卡榫、哦，对，我压到卡榫，好痛！然后我的脚的大拇指就凹了一个洞，哦，好痛，它跟踩到乐高一样痛，哦，大小差不多、啊，对呀、啊。我有点后悔，我把脸上那个割掉、欸，哎，为什么？因为他好像没有割得很完整，他就凸一对，他就凸一颗在那边，再加上那个剩下的还没完全消，对啊，会不会是还没好？我也在想，然后改天去问问看，因为他是说不用回诊了吗？不用回诊啦、啊，我现拆完就不用回诊了。哦、嗯，因为现在戳那边感觉都就是疤痕那边嘛，就一块、嗯、就一条硬硬的。啊、可是有疤的时候很正常啊，因为疤痕本身就会啊、嗯、啊，之后会消吗？慢慢消吧。如果是疤到最后应该就大概就那样了。嗯啊，还摸起来会硬硬的吗？平平的，然后黑黑的。就过你再过一阵子，如果都还是这样，应该就是这样。我还是去整容好了。对，就买那个去疤的一支。啊，对。然后我现在是买去疤的在弄、啊。去疤要高。我只是好奇那个硬硬的肉块会不会。不见，如果他应该是不会完全不见，只是表皮会变比较像。我没一直戳他啊，抱歉。不然你就是要，不然你看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那个，这么多什么除疤的那个什么一些手术啊，巴拉巴拉之类的。嗯，我去整形啊。你不是那一小块，就因为那一小块，把整张脸整掉啊。哇，为了那一小块直接整整张脸。对啊。有要去打可以打、啊，好，好来了，去吧。我真的想整鼻子哎，为什么、啊？为什么你要整体呢？对啊，因为其实真的每次画画还是那些看看像好啦，那个谁俄罗斯那边好了，好看的主要也都是鼻子够挺啊，立体线条啊。可是真的，我觉得鼻子这个东西啊，你还是要看一下，就是你整体的脸型适合哪一种鼻子。我觉得对啊。你觉得嘞？你觉得我适合吗？我其实有点久没看到你，我有点想象不到。我有点久没见面了，有点久没看到你。好吧，我有点想不出来、欸。等一下、欸，你瞬间想不出来。团团是我啊，是大概知道大概的样子，但是不知道最近你要描述会描述。对，最近真的。哎、欸，我现在想到繁星，就会直接把他的皮给套上去。哪个皮？你的 skin 啊，对啊，你的 skin 啊，对啊，对啊，我现在想到你就很自然想到呕吐啊，不对啊，就只有我吗？嗯，对，只有你。啊？啊？因为你跟酱油见面的次数更少吧？很少啊，更少了。哪有？他都说他自己脸忙了。对啊，哦，你是小雨吗？小雨吗？啊，这个可以讲很久哎、欸，这个可以讲很久哎、欸。啊，我就小雨在后面。这个是史上最尴尬哎、欸。对呀、啊。我就一时间没认出来啊。所以认得出来了吗？现在可能还要，我觉得不好。你知道下次可能会更多女生，下次可能会更多女生哦、喔。认不
不认认得出来，我不知道啦。但是至少我现在不，我现在不会马上喊的，我会说你是。我会说，才不会又被讲一辈子。我以后我就要说，你是。没有实力比较好呢。可是我觉得在人家面前讲你是一样的实力啊。对啊。你干脆先观察周围人的反应，看他叫大家叫他谁，你再决定要怎么叫吧。哎嗨，哎嗨，好久不见，嗨嗨嗨，你就是那个哎嗨嘛？哎，不行啊，那我这样讲，以后你们看到我就会嗨，哎，我是谁？当然，没有我觉得可以就会这样子。我们会在嘴巴放扩音器，然后拍一个人假装一个声音。是啊，找以前那个老师，有那种老师，如果熟的话，都老师还记得我是谁吗？我叫什么名字？哦、老师很困扰，老师超困扰，老师，你要想每一届老师要认识多少学生？对啊，然后每届都是最差的一届，太痛苦了。哎、欸，真的，我你是我们带过最差的，里面最差的一届，每一届都很差，他每一届这样讲，代表是越来越差喽，越来越烂。啊，到时候比上一届还要更烂。到时候任老师，老师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你带过最差那一届的学生啊！好好哦，那你刚毕业哈？刚毕业还认不出来，老师也是蛮怪的。那老师说：“哎，你认错了，不好意思。”哎，我掉到一组了，好逗、欸。其实有时候我在想，老师这样讲，他到底是在激将法呢，还是？是啊，他们真的烂。嗯，不会啊，老师那个带学生真的太快，一届一届的。对啊，其实有一些、就是、有一些是话术啊。我就跟老师说，老师记忆总是美好的，所以不一定。真的、欸，可是真的，可是我觉得还是要看每个地方跟学校不一样，因为就是像我之前带那个什么国中吧，对，国中，嗯、我们那边的国中，就我高国三的时候去看啊。哎、欸，真的，我不是老师，我看都觉得怎么越来越夸张，越来越差。哦，是啊，就是光我就是光是带，就是对老师的态度那天整个就差很多。就是以我那间国中来说，嗯，哇，对，真的超无大无小，惊死人。这边现在小朋友都是就是骂来骂去，超夸张的那种，舞来舞去。就可能也是有说，就是可能越来越好啊，或者怎样，但是就是真的是要看看地方，现在小孩很难带啊。就跟爸妈说，我们现在以前那个他们对老师的还要什么毕恭毕敬啊，不像现在，就是我们那届的时候说，还要就是都不用说做什么敬礼啊什么的，就现在都不用了吧？对啊，然后都不用。再到我们现在看我们的小孩的时候，假设啦有小孩之后，之后应该也都是哇，那个开始没有礼貌啊什么的。啊，可是我觉得这是人的问题耶。嗯，就是会有礼貌的小孩还是会有礼貌。对啊，就是变成是那个数量的，就是比例啦。嗯，你看聊天室。我在想，就是现在小孩直接表。算了，会乖的就是会乖啊。还算了啦，算了啦、啊。不乖的还是不乖、啊。对啊，你看那些聊天室的人。好坏啊！哇，你看他们啦、啊，哈，嗯，那个南方据说就很强啊。那个不是我学到的，那是垃圾，都是垃圾。我应该没有这样学吧？没有啦，没有啦，不是我。哎呀。你知道，我们都会模糊出一种就是很模糊不清的口腔那个语言方式。没有，就要跟自己有什么分别？嗯，就要跟平常讲话有什么啊？我是会很刻意的，就是用很讨厌的声音故意的。我是故意的。哎、欸，可是你知道，像凡心讲那个啊，我是每一次后来要开始自己剪影片的时候，会在听记录上来发现说，哎、欸，不对，我这你怎么每次都会跟我有这种语气？对对对对对。鱼好多、哦，很多鱼啊！对啊，太多鱼。上课还会起立立正敬礼吗？会吧，不会吗？会吧，不会吗？会吧、啊，现在不会了，会吧？不知道，会吧？还是会吧？会吧？啊，现在不会了，现在上网课啊！对啊，现在不会了。哎、欸欸，没有网课，搞不好也要啊。
啊，网课也要吗？太累了吧！营造一个仪式感，就起立，然后每一个在家里就要站起来。没有吧？网课的应该就是大家打字打老师好而已吧？哎，没有哎，这问杰克哎，他们是不是要开视讯啊？还是不一定？哎、欸啊，我上那课就只是就是哦，要下课的时候点一下哦，看一下视讯哦，点名这样子。哇塞！也没有特别说什么要起立敬礼，但起码都要开视讯。也太，我觉得视讯的环境太乖了。嗯，那都不会，会，真的有人不会、啊，所以是真的有，还是会有啦，还是会有，是会有要起立敬礼的哦。对啊，对啊，没有有真的有不会起立敬礼，我比较惊讶、哦，我以为这就是很正常的。嗯，怎么不是网课吗？网课不是说网课啊？哦。那如果拿笔电的，不是敬礼的时候直接把那个荧幕往下盖就好了。直那人是往上升耶。哦，那就抬头。方向不对。那你要把笔电打开哦。对，笔电往上抬。然后说：“哎，同学，总是在电话房上啊。”过来对折。只有国小要。我们国中好像、啊，我们到高中都还要哎、欸。高中还有。高中都还要哎、欸，而且高中还比较。讲究就高中值的时候，我们高中可能是因为老师每次课都上不完，然后就啊随便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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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便啦。哦，还是老师好啦，可是不会起立敬礼那么就是嗯，突然有点讨厌夜妹这只生物了。啊！不会啊，大家现在不是都空拳就可以直接揍了？可是还是很就是恼人，还是很容易被他撞啊。哦，懂吗？哎、欸，你们以前教师节的时候有没有恶整老师过？有啊，有啊，我会不整嘞、啊啊啊。当然有啊，因为我们之前就有那個就是策划说，想要恶整老师，然后起立立正敬礼，然后前面的一排同学拿拉炮出来，砰！哇，那你们是最温馨一点的，相较之下，你们是啊？所以我们算温馨啊，也算温馨啊。因为我们后来被叫去校长室，太大声，大名全部人被其他班检举是不是，对，隔壁叫那个教师室的老师全跑过来看，说发生什么事，谁带枪？人家以为你开枪哎、欸，我以为是那种庆祝，就耶那种小小声啪这样子那种，是很多个吧，所以很拉炮其实不小声、欸，很大声，真的很大声，拉炮其实蛮大声的，对，不像那种卡通那么那 biu bang 这样一点点，它是超大棒，超大。哎，这俩超难啦！你那个很像那个哎、欸，那种中世纪还是什么？不是两边站一排，准备，两两两两那个吗？站一排呀、啊！我好像、啊、我们都是拿什么假蟑螂、假蜥蜴之类的。我好像是哦，我好像起立立正敬礼的时候，然后全班同学跑出去，老师说：“老师错了。”干嘛呀？哎、欸，我们班以前有这样干过哎、欸，哎、欸，也是去校长室。哦，也是校长室。我记得好像是全班跑出去之后，然后有人拿小蛋糕回来这样。哦，然后吃给老师看，对不对？是啊。然后给老师看，不是给老师吃。只有追出去吗？没有，我记得老师是在原地吓傻，干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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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哎、欸，还好你们拿蛋糕，不然你也在校长室了。对。啊！可是你们都不会挑老师吗？我们会挑老师。会啊，当然是会挑老师。对啊，挑好一点的，对班上比较好的、啊。对啊，就有的老师看起来就很难惹，就什么都没有。机车就高职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就都男生班，就男生班有点屁嘛。然后就他们就是会在那个，就是你们知道讲台上面不都会有那个一排的日光灯、嗯，然后就在上面日光灯放，他们就放了一个纸盒，然后上面就都是粉笔灰哦。然后呢，哦、就是在哦好困扰，一立正敬礼的时候呢，班上的就有一个很皮的男同学就拿橡皮筋射那个纸盒，然后射的之后呢，他就粉就掉下来。那也射到准呢、欸，对啊，那很准呢、欸，还射了一整节啊。那没有，他就几乎那而且他们好像，哎、欸，不对，我想想，他们没挑老师，每个老师都弄。哦哇！对，老师姐嘛，没有人分。对，然后就，但是他们也不是百分百啊，他们有几发有 miss 掉，有几个老师没弄到。对对对对，那个老师说干嘛射橡皮筋？他没中，有鬼！对啊，没中。
好笑。欸、那我们的很温和哎、欸，你知道以前不是有那种口香糖，然后拉出来里面是会夹手的，或是夹蜘蛛、夹蟑螂那种，对啊。然后同学就说：“老师要不要吃口香糖？”然后说：“不要。”然后同学就会吃啊，老师吃啊，老师夹出来一只。学校能吃口香糖哦？我不知道为什么也可以啊。真的假的？我只记得不能滑手机而已啦。对啊，不能滑手机啊。福利社还有卖口香糖哎、欸。哇，这是时代隔阂了哎、欸。可是我们国中不行哦、欸，高中才可以。我们应该是如果真的要讲的话，可能会被骂，可是还是可以吃。哦。对啊，就是可以啊。哇。就是不要上课吃啊，或干嘛或对啊，就是上课要吐掉。吐掉。对啊对啊对啊。但上课不行啊，那你下课要吃。我的学生时代好无聊哦。可是上课为什么不能吃口香糖啊？上课因为嘴巴不要动、啊，嘴巴吃东西啊。不影响教课啊？为什么那个？老师觉得你不专心吧？老师觉得你对啊，老师觉得你没有。而且上课不能吃东西啊，对不对？怎么你可以吃口香糖？对啊，因为我说用正常课。那隔壁有说我想要吃臭豆腐怎么办？哎、欸，我们同学真的有人买臭豆腐面在班上吃哎、欸！哇靠！哦，然后班上全部都臭豆腐味，气死了。像是那种什么 LS 那种提神的口香糖嘞。没有，他其他课吃可以，可是你上课就不行。他觉得你有点那个啦，态度轻浮吧。嗯，对啊，反正你上课要吐掉，不然就含在嘴里含一节课，不然就是吞下去这样。吞下去。哎、欸，不是，我们有个比较凶的老师，曾经就有跟同学讲说，你不吐掉是不是？那你给我吞掉。哦，对吧？嗨，很恐怖哎、欸，他放屁会吹泡泡哎、欸。不要啦！不要！他长一颗口香糖树哎、欸！什么鬼、喔？口香糖树？口香糖树啊！我以前被骗说，不是什么什么东西吞进肚子里面就会长出来吗？从肚脐长出来不是吗？西瓜吧，西瓜！你还提西瓜？你还提西瓜？吞下去都会长成树，这只是西瓜根本就没有树。对，那时候不小心吃到西瓜种子，然后他们就跟我说：“你肚子会长西瓜哦。”好棒哦！嗯，好棒哦！好棒哦！你要想你吃不完的西瓜了，就是再来一颗啊，有没有？那冰棒上面再来一根。然后那个口香糖就说你吃下去的话，你内脏会粘在一起。哦，超可怕！耶，真的那个肠子会粘在一起，超可怕！对啊，对啊，他就跟小朋友说不可以吞下去哦，肠子会粘在一起。超可怕，我都是用下的哎、欸，好恐怖，都用下的，都用下的啊，不然不会比较方便。我每次都吓我小侄女啊，我都吓哭。你好坏耶、欸，很坏耶、欸。不是啊，啊就其实我姐有怀第二胎，她还去打就我姐的肚子，带娃，那不行。然后就跟他开很严重的玩笑，把他吓到哭。然后我姐说：“没有，我姐说做得好。”开什么玩笑？我忘了、欸，没有要人扮黑脸白脸。对啊。小朋友就是、我忘了，因为那时候也是想睡觉，他就在那边吵，七七七七七的时候，对啊，我不赢啊！啊，你知道我刚刚突然想到，就是我国中的时候的做了这个算是整老师的事情，嗯，哦，国中的时候也是我也是有点疯疯的，就那个时候就是社会课的时候刚好读到就是伊斯兰教徒哦教的那个。就他不是说他们在每天的下午，是三点吗？会朝某个地方卖家的地方拜拜吗？朝拜。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们三个就我跟另外两个女生不都发什么疯，就在那边三点一到，我们就会站起来，然后呢就往就是那个时候我们的北方的地方开始拜。哇，为什么？好有趣。然后我还跑。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是国中就对做这种事情吧，就很奇怪这样。小屁孩。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做，就是就不管哪一天，就那时候好像连续做一个多月。好酷哇！哎、欸，那个很持久哎、欸。然后我哇，多持久哇！哦哦。然后前面的时候，老师看到我们就说：“哈，你们要干嘛？”啊！你们在干嘛？哈！然后后面你知道后面是我们做到那个名声远播，播到之后就只要一三点了，大家就一群人，就是学校就是会在那个阳台上面等着看我们拜。
好怪哦，好怪哦，真的好怪、哦，好像怪人。你们三个是中邪哦，我想是怪人呢、欸欸。可是我觉得我这样子，我再讲一句，你们应该就一定会觉得不相信。我以前是很内向。啊！真的啦！还在那边拜你，更你更怪了、欸。你内向，然后在那边拜。哎、欸，你的内向是不是有什么误解？你们可以去问我国中同学。你介绍一下啊。好怪哦、真的吗？对啊。我不知道，没联络。你就联络一下，说约你出来喝个茶之类的啊。啊，我记得自己的之前那个会三点就之前拜拜的同学。啊，那就是我。啊哦哦，三点拜拜的同学好像有一个现在在美国啦。哇。然后他说他有时候会看我们开。嗨同学，你在你棺材之后面，那你现在跟他打招呼啊？你跟他赶快来聚聚。我跟你讲，最好笑是什么、啊？最好笑是他有一个好像是表妹吧，还是堂妹，然后曾经是我们的大粉丝。真的耶，就圈子真的很小。对啊，真的圈子超小。别讲了，我有个粉丝是我姻亲关系的啦。哦，哇塞，我堂姐的老公的女朋友。小朋友在看那种麦块影片，我都会偷偷溜走、欸。我也跑掉、啊。哎、欸，你知道？你知道？我会先斜眼看一下，然后就赶快跑。对、啊，看一下，听到自己的声音，很害怕哎、欸，我都直接跑走。对啊，就突然听到自己的声音，怎么是我的声音？怎么了？超恐怖。然后看一下，哦，卡米萨玛的。更危险。那更危险了，对啊。对啊。没有，原本是单体伤害，变成全体伤害。超恐怖的！哎呀，我记得以前很早以前的时候遇过粉丝，而且被认出来，然后后来就是来要签名，要完说那可以帮我跟小强要签名吗？哦，对对对对对对，你有讲过。你是自带的，是不是？对对对，就顺便的。嗯。哎、欸，所以跟你谈好关系了，哦，那我再要更上面一点点的。啊，可是你这个还好吧？你没有我那个过分。你是说你的是谁啊？他创世神啊？不是不是，不是啊。你记得就是更早以前，不是有一个什么什么圆游会吗？哦，圆游会那个，好久以前，对对对，很久很久，超级久以前。然后那时候我就是一个 nobody， 就是大家可能啊大概好像听过，可是不确定是谁的那种。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观众不是都会找我们签名嘛、嗯，然后那时候就是有那个、嗯、那时候是谁啊忘记了，反正就一些大大们在那边签名签一签，然后大家不是站一排嘛，然后那个观众就在那边签签签，然后签一排之后，然后他走到旁边，然后他就问他旁边说啊刚刚那是谁、啊？他说不知道，反正我看他在签，我就随便给他签。超过分的、欸，过分啊！过分的、欸，超过分的。那、啊、我就先要啊啊！我不知道他是谁，反正签了我不知道他是谁、啊。我要签，我就不要顺便给他签啊，这样。可是过分的。你要是我这样子站一排，然后到你的时候，嗯，我没有想要给你签，这样这样也怪了。对啦、啊。可是我觉得都蛮过分的、欸，不管哪一个都很过分。你要讲这些回家再讲吧、嗯。不要在我听得到的范围讲。因为不会看场合哎、欸，阅读空气啊。那以后我现在签名的时候，我要先问对方说，你知道我是谁吗？对，知道吗？讲、欸、出来、喔。哎、欸欸，可是你最近上传那个签名，哎、欸，可是你这样子问，万一他讲不出来，也会很难过吧？真的。不然你就下次穿那件衣服，我是谁？我是谁？皮卡丘。然后后面就印你的照片，有没有传过来？耶耶耶！答对了。那黑影，然后还是皮卡丘的。对。啊，嗯，那实况年会真的很久了耶，好久的。就是我们刚做没多久就有。你还骑脚踏车不是吗？对 对, 對。那个时候我记得有去，然后好像有看到小雨，就是我，啊、就小雨在台上啊。对啊，然后我们在台下，我在楼下。然后那个时候我的印象就是你走进来，你怎么很像，就是你们就一副要。老金啊，老金，老金挤啊，里面超级挤，超级的，真的挤到不行，真的是要天黑咯，场地超小。我知道我那一次是我第一次吃到那个一轮那个叫什么寿喜烧。对对对，我第一次吃寿喜烧，哎、欸，我真的很意外，那一天超多人第一次吃寿喜烧，哎，我人生第一次吃寿喜烧，真的假的、啊？
啊，我对那一天的印象是熊猫团团的玫瑰苹果塔。玫瑰苹果？哦，对耶，对耶，你不会忘记了？是不是？我错了，所以我对熊猫团团初印象就是玫瑰苹果塔。因为那个时候是，就是我不认识啊，就是第一次见面，给一给，对，我就给一给，他就做了很多，然后就是一个人就啊，这是那个给你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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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是我真的给你，一人就拿一个这样。啊，好久以前了，好久，好怀念哦，真的，起码有六到七年的，没有到七啦，大概快六年，差不多六年。你想一下，你那时候还是骑脚踏车就知道了。对，在骑脚踏车。对啊，那就对了。人家说你真的在骑脚踏车。他那时候真的还在骑脚踏车了。真的还在骑脚踏车。我现在想想，他都可以开车了，我的妈呀！他开车，可以了吧？哪一种车？那你想开哪种？哪一种嘛？想开现实，想开车。都可以啦，要开一般的车还是不能讲的车都可以，随你啦，随你啦，随心啦，开心就好。大家越讲越开心的车，越讲越开心，那可能要时间晚一点才有办法、啊。开心的应该只有哈吉嘛？啊？为什么？你把我看在哪里？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讲到认错人，其实之前有。认错一个很尴尬的状况、哦啊就是、其实很早很早以前的时候我是有在 Freedom 工作，嗯，哇，对，我在 Freedom 工作，然后那时候呢你知道其实那个重量级嘛，这是那个情侣，嗯，对，那时候有来找 Freedom 然后帮忙拍一片，然后那时候就是有跟重量级有过一面之缘，但那时候其实我不知道他们是谁，我以为是 Freedom 的，就是、哦可能内部拍摄人员之类的，然后他们拍个小短剧这样，然后，哎，我那时候就是当里面的配角，帮忙演，但然后演完事后呢，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谁，然后是有一次去 YouTube 的那个什么，就是类似那种上课的那种的，去那边，然后结束大家不是拍照，那边互相寒暄吗？啊，之后就跑过来说，嗨，记得我吗？我就说，哦，对啊，那个 Freedom 那个谁谁谁嘛。然后他们就一点错愕，他们还拿着摄影机，他们还拿着摄影机照着我，然后我就对啊，不是那个吗？他们就说不是，然后他们就有点尴尬的走掉，我就完了，完了，是什么？如果他发影片在编你，没有他那个感觉啊，那你后来有去看到那个影片吗？我后来没看到，应该是剪掉了、啊、那一段。好编哦，超编的。好，因为那时候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谁，然后也没有特别去看，就对，不知道。尴尬。没办法，圈子不同啊。知道才知道，就觉得哦，看我这样怎么那么尴尬？哦天哪、啊！好尴尬。你还讲了一个让自己没有就是回转余地的，你说哦，现在那个 Freedom 活动的那个吗？对对，如果这样介绍我就。是射死现场，射死现场，真是都是在阅读空气的。这样，那以后不知道怎么办？说哦，你就是那个那个嘛，就是那个小雨啊，小雨吗？小雨啊，你也是有点有认错嘛？不是啦，你知道每个女生说哎，小雨吗？以后我看到女生说哎，你是小雨吗？你是小雨吗？你是小雨吗？你是发发吗？你是小雨吗？我是怡君啦。然后你叫什么？小雨。他呢？小雨。那他呢？小雨。那我呢？发发。你是小雨，我是小雨，他是小雨，那有没有第四个小雨？真的。你说这样算一算，其实他自己也认错了蛮多次的。哎呦。还有啊。还有啊。哦，就脸盲嘛，你也脸盲，你也脸盲了吗？没有，没有，你有印象，你有那个听错我的，然后认错我过吗？对啊，就是你知道，其实以前是团团不是有找我拍那个拍影片，就是边介绍边盖建筑那个，对啊，那时候在那个之前呢，我就想说，因为我那时候以前有认识一个叫团团的，那是在伺服器里面玩，好像跟繁星那时候也那时候同个伺服器在玩啊，对啊，里面一个就是团团的，然后就说这个那时候有跟他玩游戏，有大家有交集，他现在做的他也是做实况组，
他现在坐起来了，我跑来找我这个聊天的耶。然后我就跟团团说，哎、欸，你是那个谁谁谁吗？团团真的不是啊，不是哦，你是不是认错了？你认错了，难道？嘎嘎嘎嘎嘎嘎嘎！抖啊抖啊！我拜托以前我还去人家事务室里面当那个管理员，帮我们做副本。哦，那你现在自己做啊？对，在做啊，你现在自己做，对啊，都一样嘛。啊，就跟我建筑系转系，我还是在盖建筑，有差吗？还是一样进步啦。之前是帮别人盖啊，现在是帮自己盖，现在是帮自己盖。对啊，现在帮自己盖。我今天爆料不少东西。嗯、对啊，黑历史哎、欸，今天是黑历史翻出来的日子啊。哎、欸，然后其实突然想，这是我又是前几天洗澡突然想到，其实洗澡，我每次都洗澡想到一些微博的东西。哎、欸，我其实有你们，你刚刚讲到那个访问盖东西，那个其实也真的很久。然后我去看了一下，发现哎、欸，他好多其实都被当初的 Dova 冲康，真的、哦，我里面一大堆片段都被静音。哦大家用音乐真的要好好注意，因为都把那个是当时真的是都不清楚，嗯，对，然后就没想到原来他是只能限定他们日本的，就是日本国内可以用，对，然后国外的人会抓，真的，所以他说的免版权是他们国内免版权，没错，没想到吧 ，surprise， 惊喜。还好我一直都很懒都用 YouTube 的音乐库。你知道害我跟之前就是那个什么亡魂之类的。你知道害我想说要不要重置它？重，但是档应该不见了吧？就是顶多所以就是要找你们重来。哎呦，他怎么样？那个很尴尬的再来一遍。不要啦，这是很尴尬的见面啊！要初次见面，初次见面，假装，假装。然后他从头开始讲的呀、啊，对啊，我们没有啦，认识就是没有啦。我如果真的要用这个东西，我可能你们的问题我会全部重新设计。那我们要拿以前很烂的麦吗？不用了，谢谢。去买那个100块的麦，超商找那个100块，超爆的，买那个100块的。你们还要拿钱？没有，还没有啊，我们不可以啊。我们轮流用。视讯的麦录就好了。哦，对，视讯麦就好了。对，差不多，好像可以，好像可以。对，我的天哪！你破回音超重，你知道装的很腼腆那样的。哦，好。你好，你好，哎，好烦哦！那我就不能哈哈哈哈笑了哎，真的。那是这样啊，哦，嗯。你要很腼腆说谢谢团团的邀请，谢谢，我很高兴，谢谢。哦，不是因为就是那个嘛，因为哲平说也认识，然后不太熟。好烦啊！好久。没有，我觉得团团，你真的录这样子，大家这样搞的话，你真的就是可以，就是。那个比谁比较不尴尬？对呀、啊，你不尴尬就是他尴尬了。对，这个根本是忍耐大考验吧？忍耐谁先破功，谁先尴尬就输了。没错，不要不尴尬，尴尬尴尬大会。你知道谁先忍不住笑出来，谁就输了。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就想，就回去这样点一下，我发现啊，繁星被消音的地方最多。消音？对，就我访问你的那一部啊。哦，我脏话太多，对不对？你不是啊，就音乐啦。不过主要刚好抓你那一段很奇怪。哦，刚好你的那个配乐比较……然后在骂脏话，他是直接音轨不能，他是直接整段，就是瞬间可能听到我们讲话，他突然就……哦，难怪那时候回去，我那时候回去听，听得好痛苦哦。对啊，所以是不是重新来一遍，是不是真的有戏啊？好啊，哎呦，你要帮我写个台那个脚本给我，我们去记，我们 re 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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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哎，那你可以用那个访问建村计划最新版 Plus 加 re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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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到底在干嘛？哎呀，我
好，说阿旺没被我访问过的，你们把你们再回去。他超前面，他比前对啊，超前部署哎，应该有吧？我记得阿旺是第二棒呢，很前面啦。那最棒的是谁？他第二棒，谁最棒？最棒呢？谁啊？没被访问过的应该是那个啊，中秋节要吃什么？你敢说兔肉试试看？对啊，油啊！我记得没被访问，应该是我，因为是我跟他说我要最后一个，你要最后一个啊！就没有最后了。没有，我前面原本有要原本想说啊，就赶快就是最后找一下你，然后结果后来那个时候也不知道什么，后来你就说哦，你还要一点心理建设，后来呢就没了，就没有人。你说我先洗澡。对，然后他，我刚听着他说，可能说，然后我就去洗澡了，然后就两年就消失了，对啊，就发了洗澡卡，洗澡卡，哈哈哈哈哈，你还有拿消失卡？消失卡，哦，那个不知道抽多少抽啊，抽啊抽啊，啊，那是想起那时候真的很尴尬哎，因为我那时候跟导男真的很不熟，我那时候就真的就是以一个就是你知道吗，就是陌生的然后来合作，对对，就是可能就是啊实况的时候遇过几次，就是这样，仅此，对啊，超尴尬，因为那时候没有什么机会可以就是各种聊天之类的，那个时候比较没有。那时候就是上下班啊，那个 KTYN。上山下班哦 ，KTY 已经是后期了，对，那个是 KTY 已经很后期哦，对，已经有认识一阵子了，太尴尬了吧，团团，尴尬的啊。等一下，我问个，繁星，你那个时候建村不是跟我录影而已吗？很久了啊，你那时候你那边有档案吗？我你录影我没有啊？对啊。啊，请问一下，这个有人说什么？你那边有留到建村的直播记录档？你是哪来的？哎，有。来的、啊 oh, 直播吗？对，直播吗？我晚点再找找看。是哦，所以你那时候其实是有录的、哦。那时候好像是开台，你说录影吧？哦，是哦，我以为这样做的是卡米萨玛呢。因为我那时候问你说可不可以开台，你说可以啊，你那边录影、oh. 好像这样子吧？ Oh. 不知道哎、欸，很久了、欸，太久了，可以找找，不可靠，不可靠，对啊，不可靠，关台再找找。那时候麦多烂啊！我以前大家的麦都蛮烂的，没办法。对啊，你换了之后没有资金啊。嗯啊。做这行也是要花了不少钱的呀。对啊，做 V 也是嘛。都是啊，都是啊。我前两年都是拿笔电在弄影片呢、欸。哦，好累哦。我以为你是拿笔电在录音呢。哎、欸，我第一年真的是用笔电的麦克风。哦。超吵的。好吵，现在听都受不了啊！全部都是风扇声，超吵的。现在听到声音，哦，不行不行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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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朵直接炸开。可是我记得我后来第一支麦克风就买比较贵的，就好像就是，哎、欸，那个时候是哪一个？啊，那个时候每个人都一支的那个，那一支叫什么啊？忘记了。雪球？不是雪球，雪怪在更早。不是一千多块的麦克风，那个1000多块的麦克风，就是像唱歌会拿的麦克风的那一个。对对对对对，那是叫什么？对对对，那个时候就是你要当 YouTuber， 你就是要有一支麦克风，一定要入手。我怎么没跟到这趴、啊？我也没有。对对，你推荐你的那一支吗？我告诉你，我现在桌上还是这支啊！哇！你用那么久？对啊，用到现在啊，完全村庄英雄久的要死。你的麦很持久、欸。Sony ECM， 你今天讲几次持久、啊？就是这只，就是还在我眼前，没有坏掉，用那么多。我那只应该也没坏掉，应该也是还可以。我那只应该也是没坏掉。可是我后来就换麦克风。啊！我怎么买的麦都坏？哇！有人找到了团团，團團你吼坏了吧？你吼坏了，你就坏了，弄坏狂狂你。哎，团团，啊，有人找到了，2017年3月15号。哦、oh, ，所以真的有哎、欸， oh, 对啊，我觉得能找到的也很猛哎、欸，对啊，自己都忘记了哎、欸，果然还是当观众最好，就是可以记各种大小事，对啊，
做了实况组之后记忆怎么不见了我连两个礼拜前我跟人什么都不记得了两个礼拜前两个礼拜前哦，我们那时候不是还在那个吗盖校舍哦，两个礼拜前是盖、啊、不那个什么社团在开盖社办的、啊、那我们上礼拜在干嘛上礼拜有人在家吗上礼拜就是一样有人在家吗只有我懂大家都在家吧没有啦、嗯、我说酱油上礼拜在干嘛哦哦哦哦哦啊我不在家吗你上礼拜在干嘛哦哦哦哦你在沟通吗请问一下各聊各我不在家吗品可能要调一下哦啊哦没有对不起怎样没有上没有上礼拜是在聊那个啊那个骷髅魔法使啊小魔头雷米啊、哦、对啦对啦对啦那上上的话就是见那个啊该社团上上是该社团对啦对啦对啦上礼拜也是在钓鱼对啊嗯你、欸、说麦克风我的麦克风好像真的有点不知道哎、欸、好像有点快了我觉得你还好哎、欸、他就是他最近有时候录音啊他突然有一某几个音会突然逼车还是他可能他原本是就是中间声道，他直接全部变跑去右声道这样子。哦，这样很恐怖哎、欸！哇，这样很可怕哎、欸！你突破论法鲁，论法啊啊！逼车吗？逼车啊！还是除了可恶是很烂。帮他帮他润法一下。哦，你看那个什么橡皮的那边不是末端那边都很容易那个吗？折损还是什么的？对啊，那、啊、你们会用那个弹簧还是什么去用吗？啊，弹簧？弹簧？对、啊，有人会用弹簧，然后再加纸胶带还是什么，就是用在那个末端那边，就容易弯曲的地方，让它不要那个，对啊，直接折一个 L 型这样。我会耶，这差很多耶。我还好耶，因为我不会特地去把它折到很那个，因为完全就是放任它。哦，好吧。对。我的它是垂直的一条线下来，然后后面太长我才收起来。OK， 完剪头发还是要留长，以后一次把它剪短。哦，想剪头发哦，自己剪啊，理工啊。我记得我从上个礼拜就开始理工剪头发、啊。怎么不剪？我一律推荐理工。不是啊，这样子小雨就要变二零了。最近用那个二零，不要再二零还是你要当华生？我也不要当华生，都好丑。昨天我在玩 Apex， 然后就是华生有一个造型，就是有点像外裤，哎、欸，机器人的机器人的样子，然后还是有点光头。然后他就说，如果他要跟那个二零比的话，因为二零有一个光头的造型，他说那我选二零，那我会选二零。我说那个真的太丑了，我不信。有丑到这样子，我没看过哎、欸。那你今天可以跟团团玩一下，然后叫他开。你说丑？你说团团怎样开视讯呢、啊？不是，关我屁事！哎呦哎呦，不是因为刚刚声音混在一起。哦，不是游戏造型哦，造型哦，我想叫团团开给你看，我说开什么开视讯，不在隔壁而已吗？好帅二零，哦，我好希望我会他的 Q 哦，我就可以夸，剪光头就可以了，对，搞不好是，不是啊，我小时候就基本上几乎都是光头了，没学会啊，那你现在长大也没差，对不对？对啊，没有啊，长大学不会那就不开啦。就不你要先剪光头，然后拿着苦一直转，搞不好哪天就可以转出一个洞，哪天就转出来了，哪天手就受伤了，哪天手就受伤，手就被划到了。还是你最近你想要那个学那个雷帕特，你先买一支扳手啊，扳手款，拿一个超大的打下去那个。哎、欸，看了一下，几乎大家都在钓鱼，太好笑了。加倍，加倍，钓鱼最难赚了，还不钓一下？之前钓一只才几趴，我现在赶快今天赚一下。好像只有我跟谁在跑来跑去而已吧？对啊。你不是在打 boss 吗？就是有 boss 才跑一下。对啊，对啊。我是绕了一大圈，发现附近都没 boss， 好吧，回来了。
想说你跟阿旺同时在这边，突然同时挥杆。我是因为这边丢东西比较方便。因为刚刚有个那个观众问我说，怎么就我一个孤零零的在这边钓鱼啊？我家就在隔壁啊。对啊，我能烧东西放东西，对啊。我还要带一大堆家当出来、欸，而且我常常钓到安那些东西、欸，哎，不能堆叠、欸哦。我也是，我直接放四个戒符放在旁边收东西。好，我是直接让它喷走。难怪你那边那么乱，里面一堆，你看我们最后一堆东西啊，好多垃圾。哇，伺服器资源，抓到了，抓到了，主办单位，我帮你抓到了，主办单位有人自首了，抓到了，主办单位这边很干净啊，主办单位。没有很乱，没有很乱。我们这边有没有纠察队啊？纠察部门没有。斜杠怎么会没有？你斜杠的、欸。是滑怎么了？斜杠去那个啦，他那个乱丢垃圾啊。哦，乱丢垃圾哦，哎、欸，你这样不行、啊。你要开单，你要开单。收集他，挖他，拿那个小本本。收了，收了，收了。来，你看你这边不是啊，不是剑哈。嗯。当开单过后就不见了。对。你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等一下，等一下，啊，欸、鱼这只是先吊着，我吊不起啊，这边起改善，这边起改善，你是想开我的鱼？哎、欸，没有没有没，哎、欸，你怎么可以打我？纠察队，纠察队，我的鱼的性命就不行啊。好，他还是被我宰了，好吧？你说纠察队吗？我怎么吸到你？鬼东西！哎、欸，纠察队，说不要激动，你纠察队的垃圾是不是？我是还给你，哎，纠察队，我是还给你。他在公然丢东西，哎呦，突然丢的。我等一下回来，如果还是看到的话，吼，我可能就要罚你钻石。那你要把钻石扔地上哦。没有，钻石不会扔地上，钻石这个是纠察费的纠察会的那个什么会。纠察队的到底是撇嘴了还是？没有没有没有，我们这个纠察队是叫纠察会。哦，你们叫纠察会是不是？哦、对对对，纠察会的会费。会会会会，纠察会的会会，纠察费的会费，这样对不对？哦，钓鱼好好赚哦。你几个赚了？赚吗？好赚啊！我觉得很运气耶。我到现在只有五十几颗了，只有三颗。我今天的那个乐透钱已经回来了。对。哎，多的时候一次掉起来好像有六颗还是几颗吧？对啊。嗯、对啊。我什么都突然觉得团团那个幸运稿有点失业了。也没失业啦，就只是没有啊，我就是对于钓鱼来说啦。那个、oh. 啊，那个我跟你讲，一代版本一代强嘛，对不对？对啊，对啊，搞不好下一个版本他又强回来了。对啊，嗯、搞不好就是说以后掉到这个只能是掉钻石矿上来。哦哦，矿多嘞，哦，然后一次只能一个，这样子稿子就起来了，有没有？哎呦，哎呦，很有生意头脑。对啊，知道怎么 buff 你的武器，没有错的。嘿嘿，等下我六等了。我跑去上厕所。我刚拿到一个分装英雄的那个药水，九等呢、欸。哦，九等。天哪、啊，打好多折哦。哎、欸，我有很多奇怪的药水。比如嘞？就是我来看看。我打开我那个神秘的箱子。要烹饪五以上才有机会哦。哎、欸，好像是，我看一下。刚拿鱼好像是写九等，有、欸、五等。我有立即伤害五药水，哇哇、哦，生命值提升7，加32点，是不是？哦，哇哦，还有什么？哦、吸收8。哎呀，啊，那叶贝怎么五只全部照影去？哎呀，来啊，下来，来，下来，怎么了？下来。教师节有教师节相关活动吗？不知道哎、欸。你知道老师都很不爽，就是教师节吗？没有啊，教师节不就放假、啊？我没有。没有啊，教师节没有放假、啊。没有啊，为什么会放假、啊？教师节没有放假，而且老师还要想教师节活动要做什么哎、欸，好累哦，老师。老师还要想让学生要做什么，因为学校要求要做。老师哦，你们有哦。
对啊对啊，就是因为我爸妈是国小老师嘛，啊国小你知道就是要弄一堆活动给小朋友弄，好可怜哦。对啊，超可怜的，然后还要一直被学生在面说，哦为什么教师节要送老师礼物，老师也不想过啊，老师只想放假好不好？我们知道课业双倍量。出作业吗？给你们教师节的礼物就是你们的作业两倍。学生的痛苦就是老师的快乐。可是学生写两倍，老师也要看两倍的功课呗。超累的，你想你是写一份功课，老师是改三十份哎。没有，我跟你说，这个时候就要这个时候就体现了小老师的好用之处了。对啦、啊，可是国小没办法啊，国小啊，对，国小还没有老师啊，对，国小没有，对，国小小朋友哪知道、啊，小朋友都不懂啊。国小是交换改、欸，啊，真的假的？哦、好像也有，但是很少。你说往后面，安总在这里，哦，到五东西，五年级以后才有、欸，嗯，五六年级才有。还是你们老师很超，给你小学一年级就互改啊！我想到我那个，你自己名字都不一定会写。说到改作业，我想到我那个老师，那个会飞踢的老师，飞踢的老师就是会那个啊，会打人，然后打人用飞踢的那个啊。哦，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嗯，然后他就是我们那时候改作业。不是有些笔是一个笔里面有那种四个颜色嘛，黑色、红色、蓝色、绿色那种。对啊，我那时候用那个改作业的时候，我直接被叫起来打。啊？为什么？因为他说我会篡改。哦。就可能把那个、哦、嘿，就这样改上去。我说我不知道啊，就被叫起来啊。然后那时候是凹我手指，还好那时候没有凹到，然后断掉。我、哦、那时候真的痛得要命。这么派哦，太派了吧？就很凶啊。好扯。好扯。然后那时候我就是比着一在那边改作业，好可怕哦！哦，原来前面有一只熊猫在游泳啊！我在青色里面，这边太乱了，这边有一堆别人生出来，然后就放任的鱿鱼。主办单位清理一下，主办单位，画面很乱，主办单位画面很乱，我在清。哎，余额最高是多少？五五六就会变废物。好，没错，你要六也可以啦。不要，那你就嗯，就是掉不起来。他可以帮你强制升级哦，免费帮你升级，可以免费帮你哦。说到最近电脑啊，是不是Intel 是不是要出新的 CPU 啦？不知道，不知道，笨到不熟哎、欸。没有特别看，我很久没看了，最近好像又被电脑东西洗了一下，因为我想说等到有钱的时候再来看，想说要换 CPU 太麻烦了，又要换板子，又要换那个塔，一起啦，一起啦，太麻烦了，太麻烦了，没有钱，整套的，一整套啦，一整套啦，太麻烦了，我才花了不少钱更新了我的主板呢，我觉得主板真的很扯，前阵子才拿去送修啊，夸张。我那个主机板也很扯，我买回来一星期就坏了，买不到一星期，啊、买回来三天就坏了。你是买回来贵的吧？买七王啊，他买回来贵的啦。我想说怎么开不起，然后去给他检查，因为显卡坏了。结果他一个一个拆，一个一个测，就测了30分钟，跟我说：“哦，你的主机板坏了。”没有吧？30分钟算快。啊，我就跟他说：“我三天前才买。”他说：“我知道，我记得你。”就是买到机王而已啊，就是哦，扯哎、欸，没差啊，保固内都没差啦。啊，换个新的给我。对呀、啊，保固就直接换。毕竟保固期啊。对啊。他不是七天后哎、欸，七天后就要送修了，就不换新了。至少他不是说我不认识你。我不认识你。我不接这个单。你确定你？你就是那个谁啊？买的。你就是小雨嘛？可是换新。换新还是会先给你替代的啊？不会啊，他就是叫他就是叫我单子拿过来，然后叫我东西放那里，他直接给我换新的。现场直接换、啊？不是，我是说如果送修的话，送修他们都会给你另外一块啊、嗯？会吗？不会吧？哦，不太会，看店家。不会啊，还是看你买的牌子是什么啊？因为我之前遇到有一些就是我可能东西出问题，像是什么显卡、哦，然后你拿去送修，他厂商就会先给你另外一张，先给你用。真假的？就可能不是原本那么高 level 的，可是他们会先拿另外代替，暂时给你用的啦。对对对对。哎、欸，你知道他们跟我说什么吗？换显卡，他就跟我说冷一下，一星期就好了。
一星期就忍一下，真的假的？我要再忍一下。那可能我买的那些的品牌刚好都是会这样做的。嗯，可能有点大，那个品牌有点大。刚好你的店家刚好有点大，店家愿意这样对吧？对，就品牌有点大嘛，需要忍一下。我想说，保固内都是你拿去，他们说要送修，可是都会直接给你另外的。完全没有，他就叫我忍一下，然后跟我说这星期可以看看绿色植物。绿色植物、啊、哇好健康哦。他说我每天都几百万在跳，你就这样讲。哎、欸、他如果现在跟现如果是现在我的我们啊听到这样讲真的会气死。穷死了。你跟他讲我这样我要失业七天了、欸、知道吗？对啊会气死。每天几百万在跳的、欸、你要怎么赔、啊、哇杰克养我。没有啦。每天几百万不要送修买新的拜托了。对啊你干嘛送修我最近也很惨。你在你那区块爱怎么丢都怎么丢没关系啊，我不抓你、啊。想怎么丢就怎么丢。杰克可以帮你清。因为我是听到之前爸爸就说他网络怎么样、啊，他就说就跟直接跟网络说那个我每天几百万上下在跳的、啊，啊你这个网络现在这样的品质，你要怎么赔？哇塞！欸、我会直接派他们呢、欸。我说不是啊，我的工作都是靠这网，那你们这样的话，我现在是不是要考虑要换其他家？不然这样真的影响我很大、欸。哎、欸，你们超凶的语气这样讲话。哎、欸，你们说到这个，我有听人家说过，说他跟那个客服说，你们这样我没办法用电脑，我很困扰。然后客服跟他说，你凶我有什么用啊？你又总是凶我主管啊？我来叫你主管拿，哎，如果这个搞到最后说真的你，他叫他主管过来，然后你真的这样凶完之后，那个客服也不用做嘞，对啊，对啊，我就请你下去啊，没错。一起下去啊！我没电脑，你也给我下去啊！对啊，你说我没有网络用啊，我还有别家啊，那不做你们这家，这样有你听到的是单方面听到的嘛，对不对？我没有，我是看网络上面的哦，网络的，我感觉网络上面 po 说他发文说他这样，他小姐这样跟他讲，然后他有吓到，以后就跟那个小姐道歉，他就挂电话了。因为我在想说，是不是他口气很差的对客服？对啊，我也觉得他是不是口气很差、啊？对，然后在网络上可以那个、啊、自己篡改内容啊。对啊，对啦，有可能把自己讲得很那个。有可能他可能对客服小姐很凶，不然人家怎么这样回他？对啊，平常不可能这样。对啊，你就有被客诉，你搞不好那一天业绩什么就没了，要么曝光，要么就月经来家签一个客人是 SSR。SSR， 对啊，我在这样形容奥客的，真的是 SSR 啊。那我最近不是还在上课吗？嗯，然后我这几周的课要哭了，你要哭了，你要没有？就是因为现在不是大学都开学了嘛，然后这个课它是开在大概就是大学这个年龄区间，然后就把课直接早上没有，然后因为怕考好课，然后直接搬到晚上。哇，我这几天可能二三四我都不能直播，所以你是二三四都不行，二三四哇。我现在一五吧，一五没事，现在二三四有事，然后到大概十月中吧，就是哇塞，影响很大的一个月。那你老师知道你是杰克吗？哦、你要跟老师说啊，你儿子说不定来看我直播哎、欸，你确定吗？啊、我可以帮他签名哦，我也可以帮他要签名哦，这样子。还是你要要看 Misa 嘛的？对啊，对啊，对老师说你，我可以帮你要他的签名哦。Misa 嘛，你知道？就是我妈工作的地方，她是就在做寿司的，然后他们有两个小孩，然后就是都有在看卡米桑嘛的。有，你上次讲过是吗？对对对，就他真的是要签名，你知道吗？然后上次我就是好像就送饮料去那间公司这样子，就送给我妈妈这样，然后说。他就手机拿过来，他说：“你是这一个杰克吗？”他就说：“你可以帮我要阿神的签名吗？”他不是上次这样子吗？有啊，他上次有讲啊，有啊，有啊，对啊，他是真的要签名啊，对啊，啊，不行耶。哇，很累你的瞬间，哇，你是杰克吗？有人认识我了，那你可以帮我要签名吗？没。那、啊、你没有？我觉得我的还是比较痛苦一点。我那个小雨之前讲的，所以他是谁啊？对对对对，我的那个比较痛。没有没有没有，另外一个又有另外一个了。对对对对对，哦，我这种痛苦的超多的。
就是我不是说我爸他们是那个吗？国小老师吗？在他们还没退休之前啊，不是要学习结束前都会有那个半天，然后都会有办什么同乐会之类的嘛。然后我那时候是大学，然后就是已经先放假了嘛，然后我就想说，哎、欸，要去看我爸他们，然后顺便拿饮料给他们这样。然后我就回去，然后回去的时候，我爸那时候代班，好像是小五还小六，应该是小六的班吧。然后回去，然后我就看到我爸在学校，不是有那个吗？教室不是有电视吗？他就用学校的电脑放我的影片，然后我走进去，他说：“哇，这就是你们那个小雨学姐。”我就走掉。哦，原来是这件事情哦。不，直接跑走了。好恐怖！我去，太邪恶了！你们发场，我极度尴尬。你们发现这两个有一个共同点吗？你们两个都是去送饮料的、欸。我好心去送个饮料，结果想要让我死掉，我不行啊！我先跑，我先跑。大家学到了吗？不要随便送饮料。我先跑了，我先跑了。不要送饮料给自己的爸妈。對對對，共同点是这一个，很危险。对，共同点一定要去送爸吗？太危险，太危险，会直接出事，差点就死掉了，太恐怖了。所以，所以那饮料后来有送到吗？我后来去拿给我妈了。哇！我说啊，你那个一杯再拿给爸爸哈，我先走了。冲进去就丢了，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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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跑了先跑了，溜了溜了溜了，太危险了。没事、啊，你爸爸单推耶、欸，单推、欸，对，他是单推、欸，强迫大家单推、欸，不行，太痛苦了，很恐怖哎、欸。那、啊、今天地震你们在干嘛吗？睡觉，我在睡觉，很大哎、欸，完全没感觉，我要睡着，结果被地震摇醒了。我躺在沙发上在玩手游，而且上次也是轻松高效，刚好要结束的时候地震、欸，对、啊，刚好一个礼拜、欸，对呀、啊，哎呦，那时候其实最近一直都有小小的都小震小震小震、嗯，完蛋，我怎么都没感觉，我没有一次地震有感觉的，我没感觉，你可以住高一点啊，对啊，很有感哦，两级而已，我就你也可以住那个就是梁有点裂开的柱子玻璃，尤其是天花板会掉屑屑下来的，那个太有感了，那种的绝对让你有感，天花板屑屑就是啊，又在地震，又在地震，对，天花板掉屑屑，不用跑，不用跑，没事啦，没事啦，没事啦，换酱油跟你讲，神明有在保佑，你。买一个风铃挂在完全不会有风的地方就知道了、oh. 不要让半夜想，可怕、欸、给我个信号给我个信号欸，那款之前好像有更新欸，有更新蛮多的样子，是不是？对，我是更新后才买来玩的。我们是不是要回去玩了呀？杰克阿基他那些工具都有换颜色，我听说是这样子，有他的样子有换，我有去看了一下，好像比较好，他们说比较好看，有差蛮多的、哦、东西都差蛮多的。AI 也变比较好。我有听说，就是现在如果被追逐，你如果灯那个手电筒没关掉，他会从头追到尾。对。然后你也不要想说只要关门就没事，你还要躲角落。他会开门是不是？对，他会闯门啊。没错。我觉得。还好哎、欸，鬼不会很恐怖，恐怖的是他会把你的钱吃掉。没有钱，对啊，这个倒不用担心啊。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四个后来玩到时候都不是我在付钱，就隐约在付，是吗？或者是他记啊？还是他记啊？忘记我啦，我记得我真的超少钱的、欸、啊。对，是他记付，然后有一次他记就想说啊，应该没事吧，我再继续玩一下，因为他记、啊、他记之前都待在车上，那时候都是我带啊，他想到最后了应该没差吧，进去我死了，直接喷掉。他身上的配备大概两三千块还吧，还是多少？对啊，真的最痛的就是这样子哎、欸。对啊，我那时候一直想冲进去，可是说不行，我是金主，可是他们又不去测什么灵球，怎么都不去找，我就很痛苦，你知道吗？一直在玩那个通灵板，整天会说你几岁，你杀过谁，一直问不出来，说我们现在只有一个赤骨海龟的线索而已啊，还有两个线索啊，我就想冲进去找，果不其然，进去我就死了。
我们进去不会有这个问题，就我到我会到处跑，没事。可是就有时候，就是我跟影月冲前面再怎么样，那个鬼就死不出来，然后他自己进去才会出来啊，就很尴尬。之前就有那种一进门哦，关门，然后灯是很暗准。他之前就有过啊，我跟团团站在前面，鬼直接穿过我们去找哈基，然后把哈基打死啊。很喜欢哈基，这是真爱吧？我的妈呀！超好笑，我就看着那鬼从我面前这样走过去，然后团团这样走过去，就是哈基在后面直接被咬掉。哇，哈基你终于来了呀！我等你好久了。扎古伯来啊呢！哎呦，现在扎古伯来哦。哦，拜托，就放一点到桃花运好不好？搞不好女鬼耶、欸！有没有喜欢你啊？那也是女的、啊。对啊。不要烂桃花，烂桃花。想想吧，后面只要是女的就好了。要挑哦，不可以。万一那个只是要你的钱怎么办？哦，不好。对，他现在有心有所属了啦。哦，对啊，多放几朵，多放几朵，对，多放几朵。你想想，你每一朵都是你的初恋。哦，那也太多了吧。有没有肚子饿的？需要食物的？这里有很多烤马铃薯。啊，我是一堆鱼啊。对，我是一堆鱼。我们身上都是好多鱼的。你可不可以卖？我们很多鱼啊，很多鱼。这些鱼可不可以卖掉啊？超多。好，杰克，我来了。卖鱼是？我已经一组拿去烤，已经要三组生鳕鱼。我快一箱了。今天铜制石19块。杰克，我到了。好。我来烤鱼，没有煤炭，我也没有煤炭。我家有很多那个烈焰杆啊，我塞进去了没有用。我记得打副本，对呀、啊。我想说9点半了，你打完我等一下再过去。可以播广告了。我看我今天会不会钓鱼吧，感觉好像可以。我也感觉可以，我也可以。啊，对耶，哦，怎么了？是已经九等了吗？我还没啊，没有啊，九超难的哎。对啊，你要听看你刚讲了什么？哎、欸，怎么那么快？哎、欸，怎么那么快？等一下，你啊，这一阶而已呢，一阶速度耶。是我变慢了，还是他们变快了？你变慢了，你变慢了。那就合理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你的装备穿不一样，不是是幸运装有吗？没有没有没有，他们走起来真的是倍儿快啊，倍儿快，因为刚卡卡的关系，卡了一下，让你以为他们不止变快，我还变烂了哎、欸，我砍不死哎、欸，你穿错装备吗？没有啊，穿对的、啊。杰克过来让我看看，跟你盾牌的关系，也可以也没差那么多吧。没想到吧？想不到吧？那种想不到哎、欸！哎、欸！哎、欸！对耶，下礼拜教师节嘛，是下礼拜吧？下下吧？是吗？下下，对啊。下礼拜是中秋。中秋对中秋，我们的中秋烤肉是不是要回复刻了呢？对呀、啊，要复刻耶！请问可以换新的吗？我去年的中秋烤肉都还没吃完呢。去年我继续吃就好了啊！你还要吃哦？现实已经不能烤肉，已经很难过了。对啊，你只能用电烤炉，然后在室内还要抽风、啊、抽好，然后整个都还超臭的。油腻腻的，我行动抽油烟机，自己是人体抽油烟机吗？抽油烟机，好赞哦！烤肉，烤肉有什么可以用？想一下，活动，还是你来做？就是牛排，我们现在换个肉有吗？
换月饼，哇，强绿耶！哇，可是我没什么在用，我们要换新的月饼。好啊，月饼。月饼有什么啊？忘记，我只记得月饼，我上次没有抽到，是音乐抽到给我的。我记得我那天我之前好像也抽很多，然后就丢给月饼。月饼那次的活动是什么？忘记，就抽转蛋啊。对啊，抽转蛋啊。哦、打怪那个啊。多久会给一张抽的？对啊，一分钟、哦，一分钟打死任何有经验的生物。打怪，对对对对、啊、对对对对对。我自己没什么印象了，我已经外忘光了，一年了耶。就那时候，就是大家都在那个安德塔，然后说：“哎、欸，一分钟，好敲。”对、啊，一分钟。对不起。哦，笑出来不是我无奈啊。杰克来看我家。你家对，还是又要来设计一个哈基被月饼怪人抓走了。月饼怪人，怪人。那最近就要说，哎、欸，我最近店好像怪怪的。要开始了吗？都是月饼的形状，又要怪怪的。知道了吧？我刚刚那个叫声，叫声哪里？什么？这个箱子啊。我不太理解，倒数第二排的箱子啊，倒数第二排的箱子。好啦，我防爆卷太多了啦。哦，通啦通啦，十秒啊，不是一分钟啊。通啥会？现在是要钓鱼，下个礼拜。我一分一秒都不能错过。对。哇，加倍时间哎、欸！我要冲，错过地图就被抢走。我要冲九等哎、欸。我来练个飞行好了。你还飞？还飞？对啊，我就在里面周围一直飞。哦，对呢，是因为天赋拔掉了啦，难怪打那么久。哦，对，你想起来了。对，练飞行好了。为什么飞行有什么特别的？就加倍啊，会给烟火，加倍啊。嗯，会给烟火，听起来好不吸引人哦。还好呢。对啊，那你要用另一种讲法比较好，会给免费的燃料。哦，好像哦，没有，会给免费的那个推进器吧？甘蔗。OK， 没有，如果感觉到数量越来越多的感觉。好赚哦！是学，我可以拿去做 DNT 跟书本哎。好像有点印象，什么东西有印象？去年的那个时间，哦，你有断片是不是？那个40秒，是不是？不是，因为我突然想起来，他们说是我测出来的，他们讲这个测之后，我突然有点印象，我好像拿一个码表，然后在那边测说打多久打，然后那个对、啊、就是会掉一张卷这样。因为哦，对对，想起来了，因为那时候是你们在测的时候，在河边慢慢一点一点慢慢砍鱼，我说、嗯、好像是一分钟哦，然后就开始测测三测出四十，我就在测，我用拿码表四十。哦，所以去年是打鱼哦，没有啊。有任何经验的生物，哦，只是大家都用鱼这样子，就在附近而已，然后就拍一下就好了，拍一下给一个那个啊。哦，对哈，有印象，忘了。他们有人说，你可以玩玩看伐桂木啊，桂木，伐桂木，或者是把其中一个木头当做柚子，然后剥树皮当剥柚啊，剥柚比赛。这感觉是很丑哎。对啊，到时候会有一大堆。那你可以拿那个地狱的那个木头，那个绿绿的。剥柚比赛，扒树皮比赛吗？扒树皮比赛。嗯。哦，可是这样会有一大堆那个被扒过的。对啊。对啊。都拿去烧了哎、欸。看着热心。拿来当燃料、欸。可以像那个、啊，就我们那时候运动会玩那个。啊？举假、那个、假日运动会啊。举哑铃。举重那个。新店，他说你要剥几个柚子，我好累，不能剥超过。我跟你讲，等一下就给你按一个1000个，狂按猛按，慢慢按啊。还有人没打副本的，记得打哦。嗯，剩下二加19分钟啊。好，来我去打好了。嘿、hey, ，很不想打呢。
我想要再压一点时间，就更压的时候。不想离开钓鱼室。对。我今天能不能拔的？你是不是没喊？我给你拔的轰。然后我们轻松高效第什么八什么第十八章第八章第七条。哇，我记得很清楚呢。我们唯一的宪法哎、欸。就是前面一二三四五都还六七都还没有，就有八了。没错。都飞超高哦！你可以看麦块的极限是多高。嗯，你说往上吗？往上没极限啊。嗯。你没有极限哦。你没有极限。嗯。往上练飞比较快吗？欸，应该说练比较快吗？我再试看看是不是这样速度冲下来。哦，有欸，速度越快，它今天跳越快。那下雨天加波涛会比较好玩的欸。对啊，玩波涛。追月比赛。追月比赛。是不是这样感觉很妙？追月。你越下周要请假了，不行啊，这就追不到了，这追不到哎、欸，那就在延了嘛，分东西出来。啊、哦，等一下，你说什么？解释一下吗？这个比赛，我说每一分钟分一张卷出来啊，怎么？好，自己呢？我捡得到吗？我设定它分出来可能会，五秒钟延迟嘛，它可以简单。那请问喷出来可以有鸡蛋下蛋的声音吗？不要，还是要尖叫山羊嘶吼的声音？尖叫山羊，山羊可以叫一下。比较可爱。Coaching，感觉很好玩嘞。你说影月很好玩吗？那这样子影月旁边就会一直跟人，你好好笑。对啊，没有他其实躲，如果躲起来的话，他是最赚的，他就自己吸氧。对，我们可以 TP 啊。所以我们那天就会一直在噼里啪啦砰，噼里啪啦砰，噼里啪啦砰，噼里啪啦砰。我们可以把他 TP 过来啊。好像聪明哦，好像聪明哦。五秒 TP 过来蛮好玩一次。而且五秒我的画面就会闪七下，没有闪，在抢人有没有？应该不止七下，你可能飞来飞去的，一直狂飞。那一天是不是我滑鼠键盘都放着，我就看着五秒瞬移。你这种陪着我们聊天就好了。对，你对了，我都不要。那天中途离开，大家都不知道。还是要帮你做一个很临时的小小的，就是那种类似很高台，然后你就坐在上面就好。召唤祭坛，就底下你先放个漏斗，我们大家评评。对对对，放漏斗。哎，对我觉得这样还不错哎。漏斗是那个每个评分这样。是啊，神抓张供奉的概念吗？对对对对对。啊，不，我觉得如果要配合追月这个主题的话，我应该要跑来跑去，比较有在追的感觉。那我们盖个跑步机给你，抓回来被罚关起来。那简单啊，一样就是每一分钟特地掉一张券啊。可是雨月不能不动啊，不动十秒钟开始凋零。那我要把它做永动机了哦。应该说水流永动机，设定成我移动几格掉一张券，这样会不会比较好？那就水流的那个啊。水流你挂着让我们对啊。不行啊，这个生命智慧有出入，这样好像不好不是啊，是追月活动，可是我们感觉像在逐日欸，我们是夸父吧。我们好像在圈养你知道吗？对啊。哎呦，我觉得还是可以放个漏斗啊，你能不能在原地反复横跳就好了。那个我那天要写按键禁令了，我就放着了。那就活塞，然后在左右左右拖延吗？那个是登入，然后就算时间的那种。登入奖励。哎呀！烤肉哦，啊，没得烤。没烤啊？啊，没烤，没得烤肉，没烤。
所以说就是现在不能户外烤肉，那就你们也会那只好拔牙了啊。室内的可以啊，只好拔牙，室内还是可以，反正没肉吃嘛。很大，我怕。先拔了，没得吃。先拔了，对啊。我听到分手的声音，你是没事啊？你看我那个隔壁那个拔完两天就好了。嗯，他没有哀嚎说会痛吗？没有没有，他牙床会比较小、啊、你看他也没发烧，他也没被卡车撞，没有，只有那个麻药刚退一些下而已。可是你再吃止痛药就好了，没事。你看都没事了，哎、你看你没事啊，这个当初蹦跳的热头、欸、如果你不做的话，你就没有下次热头了。好了，下礼拜啦，下礼拜去吧。嗯你好像哄那个哄小朋友去拔牙的妈妈哦。哎呀，不会痛啊！但你要买玩具给他哦。而且他玩具很长哦。我是可能先问看他什么时候有要约啦，他可能医生没有那么有空。怎么可能？那个很快啦。很快、啊，他很忙，那间店很忙，对他很忙。那间店，不然那间店阿姨很忙，不然拔完带你去花圃，先预约啊，先预约呢，先预约呢。我月底再打电话看看啊。你一直拖、啊，超过这个月了呢，你一直拖、啊。那你以后就没有乐透可以中？我们发发女神不会保佑你中乐透、啊，他就不会说你超勇的。不是哎、欸，不是哎、欸，说好的月中呢、欸？这个月的，好像哦，这句话好像哦。是哎，阿静你超勇的。啊，怎么 Tony 结扎完了你还没拔、啊？哎呀，完拔，拔完带你去花店买花嘛，好不好？买花，我知道你要买什么花了啦。每朵都是初恋嘛。哎，笑。买菊花。你们以前看完牙医、啊，牙医会不会给你们糖果？会啊，不会，很小，而且，对啊，超小的。我就算长大去看牙医，我看完他还是给我糖果哎。就给你那个啊，对啊。他觉得你是小孩。我朋友说这是为了让你吃了蛀牙，然后再来继续看。没有，他们给都是无糖的那种啊。无糖的吗？对啊。棒棒糖哎，还是草莓口味哦。不是啊，它是代糖、啊，它那它不会有那个糖啦，不会吗？是一般的会蛀牙的。你注意一下，你下次会甜，可是它不是一般的糖。它是给你糖果还是还有包装？你看一下成分啊。有包装啊，有包装。你看成分，你看成分、啊。真的是医生吗？那到底看什么？奇怪，看的是什么呢？我印象很深刻啊，因为它就是那种杂货店，杂扣可以买到那个草莓棒棒糖哦，没有贝扣贝扣八块钱买到草莓棒棒糖。啊啊！你们说怎么样？八块钱好贵哦、喔！哇，不是一个一块哦、喔？它不是一个一块吗？啊？八块太贵了吧？八块你贵了吧？啊？我都在想，一块就可以买科学面了。对啊，你的钱很好赚呢、欸，酱油。被诈骗呢？你被骗八倍、欸，超贵的。我卖你好不好？我七块钱卖你。我去买那种一整罐一百，然后一根卖你八块。哈哈哈！赚一波，赚。那是八块哦。棒棒糖不是一根都要15块吗？不是加倍加啦，不是加倍加啦，不是加倍加啦，不是啊，是那种杂牌的啦，不是，对啊，干妈罐子里，然后一个一块的，对，就草莓棒棒糖啊，就扁扁的那种啊，可我觉得那好吃，那还不错啊，就还好，那是童年的味道啊，可能是我自己不喜欢棒棒糖啦，你喜欢哦，好吧，啊。啊！哦，我只说你喜欢而已，你在想什么？哦，棒棒糖。哦，我以前都是买那个巧克力，巧克力条对不对？一条，对对，巧克力条。哦，我以前说大波路哎，对啊，不是不是，是巧克力条异状的那种。我姐姐都会带我们去买一罐100块的那个。对，然后里面不超过100多条。对，会超过100，超过吃到赚到。哦，你说可以很像挤牙膏那样的，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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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有两种哎，一种是很像牙膏的，啊，一个是牙膏的，牙膏那个难吃死了，泡泡的那个管子的那种，另外是就是一个小小一条的那种塑胶，我觉得塑胶一条那比较好吃，我也比较喜欢吃那个牙膏，那个是塑胶，油气的味，那个对。那个难吃，难吃死了！你都好好有汽油味，真的，真的啊，是真的啊，对，是有汽油味。
就跟金币饼干、金币巧克力还有那个什么鱼的巧克力一样啊。金币巧克力也很难吃。那有分两种，那个有分两种，就是金币巧克力啊。我记得有好吃的跟不好吃，很便宜的金币，很便宜，就过年会买来吃的那种啊。对对对对，元宝巧克力，元宝也是，元宝也超难吃，超难吃，元宝，哎，就元宝好像真的都是清一色都难吃的。对啊，而且都是那种放到已经外面那个油化了，油脂脱离。放超久都没人要吃，吃的头都会晕。不是有些巧克力你们会包久，你们会喜欢那种酒心巧克力啊？酒心的巧克力吗？对啊，我要看酒心，我还行哎，还行啊，还行。我自己吃到那个不行，把它吐掉那种。啊，有人送的话会吃，不会自己去买。就差不多这种程度就还行。然后有观众说到那个巧克力足球。欸、那个我可以耶、欸，足球还可以，足球还行，足球还行。哎，我还拿去放在弹珠超人的那个肚子里面去玩哎、欸。啊！弹珠打对，那这样攻击就下降了。没有，我射出去的时候是那个包装卡在弹珠里，那个弹珠超人身体里面，球飞出去，哦，巧克力飞出去，包装留在那边。那你这样看起来很帅耶！直接帮你剥好哎，很好啊。对啊，这样子可以拿来喂识别人呢。对啊，嘴巴张开，然后脑袋爆开。有啊，我血如卡布林怎么办？不行，直接进红龙，好危险哦！没有，我跟你讲，我试过了，我是对着自己试。你干嘛啦？然后很痛，超痛的，超痛的。有时候就手痒啊，爱针啊。得分 ，Go！ 还喜欢那个石头巧克力，石头巧克力真的很赞，石头巧克力也好吃。哦，那好吃。哎，请问哈记？哎，啊，我满等之后还可以继续练就没意义了，对不对？对，好，有你就等了，就等了，开吗？可以继续练，但是就是对，差不多。嗯，啊，会微微加一些幸运值吗？微微是谁？阿拉巴斯坦的公主。好，我帮你设计一下，然后手上有文章的那个，对，等级上去我帮他加幸运值啊！哇，帅哥！你知道以前是那个风很帅哦，金币巧克力嘛，对，嗯，以前我有过，就是因为是小时候吧，口袋都要放一些糖果。他、路过，然后就拿桌上就拿了一些那个金币巧克力放在屁股那个口袋那边这样子。哦，龙哦，哇，你大便大在裤子上吗？哎呀，对，就是就喜欢这样。哦哦，那时候就是解释说不是，是巧克力，然后旁边这几只笑我吃给你看。然后就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你。哦，老师，你们闻嘛，是巧克力的味道嘛？解释啊！我这年头的小孩就会假赛，那是假赛啦你。哎呦呀！老师，隔壁的同学在叫我闻，不要看你，不要看你，不要看。不要看，他一直说这个真的是可以吃的啦，怎么办？真的啦，你吃一口啦，吃一口啦，真的啦。他还吃给我看，他还吃给我看呢。我那次真的是跳到黄河洗不清，太恐怖了。每次你哪一次没有洗不清过？你是那个 Freedom 那个吗？哦，那个真的很糗。我记得我记得还有一次，不知道是哪个场合有看到他，我不敢走过去打招呼，我不敢了，我打都假装不认识，我就直接回避，不敢了。他搞不好已经记得你了，好吗？他应该是记得我，就是我认错，我觉得他太糗了，有点记得你的样子，就是这个人是我是 Freedom，太尴尬了。你住哪里，在哪里工作，都记得。哦，让我看看。啊，你不会就是遇过什么就是很糗的事情，然后以后再也不敢去那家店啊，还是什么？哦，会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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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应该是不敢再看到小雨了。完了，小雨他不想见你。哎、欸，他这句话藏很久了。没有啊，他不见我，那只不见发发而已。啊不是哎、欸，不是哎、欸，不是耶、欸，不是哎、欸，不是哎、欸。是哎、欸，我就是很常听到这句话、啊，看网络上一堆人在讲，都是这样，不是吧？不是吧？不会吧？不会吧？不是耶，不是耶，这种，
因为我们上次有聊过这个啊。真的假的？我们上次有聊过。最近的话题。因为那个就是隔壁文化过来的、啊。对对对对。紫色学校的。紫色学校的文化。再想一下，再想一下。再想一下啦。阿旺，我帮你！阿旺，我帮你！快跑！太疼了！我有幸运啦！没事。让他围。不是哎、欸，不是哎、欸，不是哎、欸，你再想一下哎、欸。你站那么高干嘛？上面很危险啊！讲到刚刚，你会自己死掉。刚刚糖果那个东西，嗯，我以前有印象是我去理发厅剪剪头发，会给我贴纸跟糖果。贴纸啊，对啊，所以我是小时候看医生，嗯，所以那时候就会吵着说我要去这间剪头发。那直到羞耻心开始有的时候，就说我不要来这一间了。就是那种家庭理发、啊，族群设定好了。哦，我之前有剪过一次头发，是那时候也是差不多那个年纪，开始会想要注意。要弄那种什么刺猬头那种的，对，然后就让我姑姑就一样带我去那一家店，然后那家我就说我不要去那家，然后我说我要什么刺猬头什么的，刚好那个老板也听到说啊、哦、刺猬头我会啊 ，OK 啊，然后老板就帮我剪那个那种中世纪那种以前那种我爸那年代的那种刺猬头，很奇怪的头，哇，哦，我就觉得说我快死掉，原地爆炸，你知道吗？哦，要死了，你下次讲哇杀马特头。听不懂没有，要我要那个棒棒糖男孩的那个那个头好好好，这样给你一个棒棒糖的头，对玉米须，然后那以前都电超爆的玉米须啊，哦好棒棒，等下等那个帮你头上擦棒棒糖，没有他把你头发剪得跟 open 讲一样，哇等下等下这个不小心变成I open the box 了，人家他要先买很多钉子，对啊，他说忍一下，忍一下，忍一下哦，你快要到，你快要成为最潮的潮男了，这是必经之路，坐北潮男，你还说 no pain no gain， 好烦，哎呦，哇。飞行久了，好猛啊！只要飞到民国几年？好，飞行最高到几啊？15哦，慢慢飞吧。哎、欸，你要想，你只要飞就好，不用再拉杆呢、欸。啊，对，不用看呢、欸，就是对啊。可是我要就是那个一段时间再按一下烟火。你有在怕的吗？你有免费的烟火哎、欸。对呀、啊。你刚刚不是说什么免费的？我十根多一根哎、欸。对呀、啊，你看你十根多一根，十根多一根，我玉米须吗？玉米须谁看得出来十根多一根啊全部长一样，好不好？那他看得见未来吗？有羊驼脸吗？玉米须，你没有，你没有，他是真的烫过丸栗头，没有，有啊，啊，头不会痒吗？痒死了哦。我想到他那样感觉超痒的、啊，没有啊，他主要是药水过后啦。那这样能洗？可以啊，他就是他叫你两天不要洗，可是我就是不会整理头发的，我大概就是剪完一个礼拜，整个就是垮了。那个要不是就是要平常要吹的时候就要把它立起来。对啊，对啊，对啊，啊，我就不太会用，太麻烦。他们就说可惜你有这个脸蛋，但你不会抓头发。谁呢？是谁呢？二好像是那个谁平常在买的哎、欸，对，团团对不对？不是啊，我是212/25啊。哦哦，212，212/25啊，212/25，很快掉哦。哎、欸，你为什么卡我前面？你卡我前面，你怪我？这是我的座位，这是我的座位。你是我卡住了，不是他打人呐、啊！校长手还在抖，校长转头，校长转头了，对，校长转头了，校长转头了啊！什么情况？是啊，校长还没来。迟到了，有人迟到了，怎么迟到啊？哎，同学，你怎么迟到啊？同学，等一下，你听我解释一下。我最近玩那个点击饼干，点到我头发，左肩坏掉了，所以我刚点不下来呀、啊。
对不起，我等下赔你钱。我左键现在也坏掉了。推荐个东西给你。好，也是点击游戏吗？没有点击饼干的东西。很像要去玩那个枪战类游戏，一定超爽的。不行啦，人家说哎、欸，不要发枪，哒哒哒哒哒，你在干嘛？打狙击枪啊，那个 R99在射，我这很强哎。猛对。我杀死你，我是全身在发热，在那笑哎、欸。我刚手机是已经停下来了，他还多挥了两刀。他还在点。他叫我来，你没办法参加举重比赛了。多一点，多一点。好啦，今天到这边啦！呀，跑得快。下课喽！耶！下课喽！耶！下课。下课。不是，我原本的那个滑鼠我还没换，它已经买好了，放在我后面，我还没换。所以，等下晚点要跟小云了，他不知道给我什么。哦，晚点你们要记得那个麦块那个，记得去开一下哦。啊，就这样啊。我看一下菜章那边有没有开台。林兰还在开耶，没有。菜章有在开吗？我直接看 DC 就知道了。哎呦喂，你看一下在干嘛。我在想要不要结束串流欸，他们在干嘛？哦，他们在抢欸。好吧，那没我的事了，那就关台啦，感谢各位收看。这样咯，各位晚安，拜拜。我要去补记录档。欸，等一下，好久没有拉人了，我们看看有谁可以拉。我带你们去看好看好吃的，不是好吃的，好看的。我看看哦，有谁开诺音开台？诺音开台、欸，走吧，我们去诺音的台。诺音麻子小雪三人未满十八岁误入。哎、欸，那未满十八岁不能进去，那你们都不能去了呢。走吧，我们进攻喽，诺音的台。走、哦，这边，我们去诺音的台吧。那各位晚安啦，拜拜。拜拜。他们说他聊十八禁的啦，说男生止步。